江湖是人组成的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，那么也就是说恩怨即是江湖。其实不然，又其所以然？是一条等死的狗，而我跳墙的狗。恩人，你不是我爹，我和你们所有人。我要说的江湖，却是当时顶尖的刺客组织，他们所接的任务从没有失手过。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